我一个表面上好美满嘅家庭。咁食饭啦。屋企嘢唔好用手机影啊，一个唔觉意摆上网点算啊？Alzheimer's disease。乜嘢阿西马斯啊？老人痴呆症，你敢听两下判老人痴呆症，佢要弥补我判林建岳超速。我要揾一个我值得信任嘅人。你真系始终我旧屎啊！爸爸，由今日开始，我屋企多咗个新成员，唔可以俾其他人攞到呢笔遗产噶，最多一拍散。啊！你做咩喺度噶？唔系啊嘛！真系你阿哥啊！